好，各位大家好哈，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大甲妈祖绕境相关的东西。哦，首先今天刚寄来，我在那个正南买足订购的今年最夯的商品。今年大甲妈祖绕境的秩序帽，这是每年哦都必备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戴上这顶帽子，要知道你是绕境的人。当然有进香旗也是可以的，哦，就是因为它秩序帽，顾名思义就是团队的感觉，哦，大家彼此遵守秩序。它每年都会印有当年的这个年度，比较讲究的人会在旁边这边，哦，去绣上自己的名字。我个人是建议的，你也可以绣说哦，你是第几年参加的。哦，就是你今年可能说我今年好像大概是第八年了，我今年第八年了，我就可以写第八年，然后写上名字。哦，一方面做个纪念，一方面在绕境的过程中，如果你帽子掉了，哦，如果有人捡到哦，也会根据上面的姓名，哦，啊，去社团啊、LINE 的群组啊去找，哦，去通知你这样子。跟去年相比，这是去年的帽子，去年107款。我觉得这两顶帽子，其实我觉得去年的帽子比较有功能性一点，因为它的这个大甲帽的字体是反光的材质，也就是说你对向你晚上在走路的时候，对向车落照到你这个帽子这三个字基本上是会发光的。但是今年它这是用绣的，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就属于比较好看的造型，哦，就没有到实用的功能这样子。一样是下面会有一个大甲镇南宫的 logo， 官网卖一顶300块，哦，但是如果运费就100了，运费其实蛮贵的，建议大家可以有空去大甲镇南宫拜拜，可以顺便去买的，哦，就是省的运费这样子，顺便去走走。好，哦，戴上这顶帽子就有一个绕境的感觉。再来，其实这一款红绫毛巾去年就有了，这是我去年订的，到现在都还没打开。哦，它也印有这个大甲镇南宫，拿远一点，大甲镇南宫，然后这边是写和敬平安，这就跟大甲镇南宫他们的红绫给神明披的那个敬香留念是一模一样的字型，一模一样的造型。另一边是黄色的，哦，字是一样的，哦，大甲镇南宫和敬平安，然后这里有个供应这样子。今年整体造型大概长这样，就一种红绫披架的感觉。红绫披架就是要出征的意思。